可以说，甜甜的自闭倾向是蒋默然一手造成的，是他扼杀了甜甜的绘画天赋，把她变成了一个只会背数学公式的复读机。我一直知道蒋默然是一个刻板严谨的男人。刚开始我觉得这种性格的男人踏实可靠，值得托付终身。可是没有想到结婚以后，他变本加厉，控制成瘾。女人生命中的两大悲剧：肉长在不该长的地儿，感情给了不该给的人。那看来我比你惨，这两大悲剧我已经集于一身了。我一直容忍，只是没有想到，我的容忍，最后给甜甜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。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睡啊？亲爱的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多晚我们娘俩都必须等你呀、啊。快醒醒，爸爸回来了，给爸爸过生日了。之前我不是说了吗？今天我要加班，会回来很晚。开开眼，你老婆我亲手做的，厉害吧？这不是你的专业吗？厉害什么？不厉害，你厉害，连点正常男人的基本套路都没有。你是说我不正常？点蜡烛啊！爸爸今年32岁，我们给他插上三长两短。当着孩子的面瞎说什么呢？拥我一下嘛！大男人别那么矫情，点情调都没有。啊，许个愿吧。好了。许完了。你不是馋了半天了吗？跟爸爸一起开动吧，来。啊，等一下，这100克蛋糕就有347大卡的热量，而且糖分、脂肪含量都很高，吃了对身体不健康，我们还是不要吃了。蒋默然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给我点面子好吗？就吃一块。我的面子就这么大啊？你不是整天照镜子说自己的脸大吗？这样多好，更何况我刚才为了你，这一口蛋糕足足有5克，最少有17大卡。哦，噔噔噔噔，甜甜，你不是有惊喜送给爸爸吗？快点拿出来吧。祝爸爸生日快乐。谢谢宝贝，宝贝，你看，3×2=3，3×2=几啊？3×2=6，3×2=1.5，等于你个250。你想干嘛呀？我是为了甜甜好，数学是上帝的语言，甜甜必须要学好。至于画画嘛，当做一个爱好，随便画画就行了。孩子他自己喜欢画，可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。我忍你很久了，你知道甜甜为了给你过生日画这幅画用了多长时间吗？你疯了吗你？家庭教育守则第一条，不要当着孩子面吵架。哇，已经10点多了，甜甜，我们唱完生日歌就准备睡觉好吗？那我们一块唱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。
马俑，他完完全全就是一尊活的兵马俑。我们俩每天貌似生活在一起，思维方式完全不在一个朝代，就是古今大战秦俑情。我说，这位机器人大哥，你平时一板一眼，我不管你，但是你不能这么对咱们的女儿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性，你要让孩子顺着自己的天性发展，而不是一味顺着你嘴里的科学。请相信我，我现在的做法才是顺应甜甜的天性。我要去甜甜的房间睡，我也要顺应我自己的天性发展。等一下，晚安。等一下，你身体的温度是36.7度，嘴唇的温度是-36.7度，因为你就是一个冰冷的人，一点温度都没有。总以为这是我的问题，毕竟在所有外人看来，蒋默然对我都是爱护有加。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意识到，我错了。甜甜妈妈，据我们园方观察，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。我们还是希望您能带孩子到医院去做一个检查。小雨老师，你们觉得甜甜有那么严重吗？孩子的事儿不是小事儿，我们还是希望家长能够引起重视。蒋默然，甜甜被查出来有自闭倾向，你说怎么办吧？甜甜没有任何病。你干嘛呀你？干嘛呀你？我说了，甜甜没有病，她跟其他的孩子一模一样。现在外面全是庸医，为了挣钱，他们才会乱下诊断。甜甜本来非常健康。都是你那些无聊、死板、可怕之计的教育方式，甜甜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我的这种教育方式怎么了？孩子学习本来就不能只靠兴趣。你知道《傅雷家书》里面傅雷是怎么教育傅聪的吗？我没文化，不爱读书，别跟我说你的《傅名家书》。傅雷，我说的是傅雷。傅雷是个教育家，好吗？你说的傅名那是我爱我家，他也就教育一下贾志国、贾志新。我就爱看我爱我家，怎么了？人家贾志国、贾志新他爸比你会教小孩，你没有功夫读书，反而有功夫跟我在一块讨论如何教育孩子。我告诉你，我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，我现在不照样很优秀吗？你优秀，你早就生锈了，你朽木不可雕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我不想让甜甜长大变成你这个样子。变成我这样怎么了？你现在不是照样选择嫁给我吗？我后悔，我特别后悔，我非常后悔四季。我们离婚吧。我告诉你啊，离婚这两个字永远不要轻易的说出口，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莫大的伤害，你知道吗？一分钟前你还在跟我嘻嘻哈哈，现在呢，你一冲动你就要跟我离婚，这叫典型的冲动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这是你最大的性格缺陷。说来说去，我们俩反倒是我有性格缺陷了。没错，而且你这种性格缺陷很可能就隐藏在你的遗传基因当中。所以甜甜的基因只有靠我力挽狂澜，你知道吗？你靠边站吧，我不会让你再害甜甜一辈子。一个家庭就好比是一个水分子，它是由两个氢离子和一个氧离子所组成的，它的结构十分的稳定，一旦拆开就会发生爆炸。那你为什么直到半年前你才提出离婚申请？还不是为了甜甜，我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所以我也从来没有放弃跟蒋默然的沟通。我总是想，结了婚之后，男人和女人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，用不着非得彼此面对，只要一直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在一起是在一起，可是这天天屁股对着屁股，这也不是个事儿吧？
我一直忍着，一直忍着，直到去年他出差的时候，我无意间发现了一本日记。